阳虚之体的主要表现为除有气虚的表现外，平时怕冷，四肢不温，气六淫，体温常偏低，腰酸腿软，阳痿早泄，小腹冷痛乏力，小便不利，舌质淡苦，苔发，脉沉细等。阴虚之体的主要表现为怕热，易怒，面颊生火，口干咽痛，大便干燥，小便短赤或黄，舌少津液，五行二只手心、二只脚心与头顶心烦热、盗汗、腰酸背痛、梦遗滑精、舌质红，还包括黄包、脉气熟等。补阴六味地黄丸、六味地黄益肝肾，山药丹泽鱼鳞参，炙白地黄丸，再加炙白成八味，阴虚火旺可兼参，都济丸。六味再加五味子丸，宁都气虚喘安，脉味地黄丸，地黄丸中加脉味，和喘盗汗皆能丸，地黄气之地黄丸。另外再加其与鱼木是昏花去可全，左归丸，左归丸内山药地鱼肉枸杞与牛膝兔丝归露二交合，壮水之主方第一。左归饮，左归饮用地药鱼麒麟之草一并齐，皆汤养阴滋肾水，既逐腰酸又止疑。大伯夷丸，大伯夷丸之百黄归板及碎蜜成方，咳嗽太血苦蒸热，阴虚火旺治抗药，陈皮虎钱丸，虎钱足尾是药方，虎腹陈皮病所阳，归板干姜之木勺，再加百地做丸场，二至丸，二至女贞与汉莲、桑葚、老高和成员，肝肾阴虚的培补，消除眩晕与失眠，桑麻丸，桑叶芝麻蜜和丸，疏风祛湿益肾肝，头晕眼花皆可治，赤壁之麻亦可捐。桑叶一罐煎，一罐煎中生地黄，沙参为己脉冬藏，少佐川便泄肝气，阴虚胁痛此方凉。十户夜光丸，十户夜光止息胸，二第二动起思聪，清香草全息灵角，参为连陵及草风，再与性居山药配，养阴明目第一功。补肺阿胶汤，补肺阿胶马兜铃，牛蒡甘草性落云，肺虚火生最易服，降气生津咳嗽宁。月华丸，月华丸方下滋阴，二冬二地沙贝灵，山药百步胶三七，大甘桑菊保胃金，归归露二仙胶，人参归板鹿角胶，再加枸杞熬成膏，基因益肾甜精髓，荆棘用此治效高。七宝美然丹，七宝美然归起物，灵犀固止芝麻吐，金尾不软齿动摇，重在滋水与寒木，补阳肾气丸，肾气丸补肾阳虚，地黄山药及茱萸、菱泽、丹皮和桂附，始终生活在温室，寄生肾气丸，寄生加入车牛膝，通调水道肿胀虚，食补丸，肾气丸中加荣贝，甜辛补阳总能服。右归丸，右归丸中地富贵，山药、茱萸、菟丝归，杜仲鹿角枸杞子，益火之源此方葵。山茱萸又归饮，也是鹿角与龟兔加入甘草做烫服，方名称为又归饮。扶阳更白阴寒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